那接下来我们还有几位的弟兄姊妹啊，要为妈妈做见证。我们把它分成三组哦。第一组呢，我们先请季寿平弟兄跟蔡德拉丁蔡子昌弟兄，我们先一起上来好不好？好，那接着。然后第二组，等一下就是林文坚弟兄跟陈淑玲弟兄。 我有点先祷告啊，哦，亲爱的主耶稣，赞美你，耶稣最爱救主。早上今天中午下午在这边怎么样？安息的聚会，安息的聚集，感谢你，你的恩赏的宝血遮盖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亲属密友，哇，今天下午你在这个聚会中，你得着荣耀，羞辱你的仇敌。 奉主的名，今天早上我们聚的这聚会是讲到福音啊，我蛮喜欢的。提摩太二章四节，神愿意万人得救，并且完全认识真理。因着这样呢，神也希望我们啊，第一就为万人祈求。那今天下午这个聚会，我想到魏师母啊，她就是这样的，她非常啊。 与神的心愿合拍啊，所以常常祷告。刚刚魏少芳，还有分了啊。那魏少芳还有魏家红，然后两位弟兄姊妹做他见证，他妈妈常常为父亲属密友祷告。那我亲戚，我们季家呢就其中的一家。那我们家最开始呢，我两位姐姐，我一个姐姐被主接去了，不过她的小孩在这边，杨琪一家。 三姐，我三姐，在人间。我三姐啊，对，我三姐他们就是先魏师母就带他们两个，就又在台北念书了。然后之后呢，他还常为我们祷告啊。之后到美国念书了，魏夏宝他们家老三到我们家来啊，做的住在我们家。我想他可能也为我们家很多祷告。简单的讲，84年呢，我妈妈得了重病，送到美国来，啊不，送到这个台北来。 就医，然后呢，魏师母呢，她不仅个人祷告，她连一教会生活。我刚才问了陈守元弟兄，那时候应该你有15岁左右。我应该是15岁左右来为我妈妈祷告。刚刚有张照片，就是其中我妈。我妈简单的讲就得救了，跟我爸爸讲说，我要受浸了，跟我爸爸讲，因为我爸爸还有我妈妈做，就是要拜祖先啊，要做一些啊。然后我妈妈就跟我爸爸讲说，还不错。 这个事情后来我才知道，简单的说，我84年年底我得救了，感谢主。那第二年呢，我妈妈、我弟弟、我妹妹，他们呢到了美国，就在我们家后面泳池受浸了1000家，所以我们家就8个里面都受浸了，就剩下我爸爸跟我大姐。那我大姐呢在。 我爸爸是1999年也受浸了，在新店的更新医院。叶山的弟兄为他受浸，他受浸。受浸之后，第二天我大姐来了，我大姐告诉他的。我大姐跟我爸讲啊，这个你也受浸了吗？我们就不用拜了，所以我们家都不拜了，都不拜，因为全家得救了。之后这个就是说，我说到魏师母啊，在我们家。 当然，我要提到那个陈师母，就带魏妈妈得救陈师母，他们两个被拉的不错。他们那时候跟我讲了一个福音了。那魏师母自己呢也做见证，他为我们家祷告的东西。所以啊，荣耀归给主。他们我们的亲属密友，我们那个是我爸爸跟他们都是跟蔡弟兄、蔡上个他们，我们那叫五金街啊，叫五和工五和工他们都做五金的那一个圈里面呢，那魏师母算第二个。 然后可能就第三个是，所以换他了，现在换他了。感谢赞美主。阿门。我与魏老师母相处超过一家子。阿门。他不仅是贤妻良母的典范，更是丈夫事业的好帮手。阿门。当年魏老先生在创业之初，南来北往。 先搬到高雄，再转战嘉义，又搬回台北，带着6个子女
东分西合，十分西合。由于魏老师某人组的一首江泽名菜，刚刚嘉宏已经说过了，弟兄姊妹也尝到了。经常邀请商界的好朋友们来家中聚餐，因此得到几位贵人的相助，在事业上大有成就。而老师母可算是幕后的功臣。我现在讲这些话，他们的家人好朋友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当然魏师傅更知道。除了是贤妻良母，魏师傅更送给我一个宝贵的礼物，那就是在53年前传福音给我的姊妹，请你站起来。刚笑眯在眼里，那个时候他25岁，年龄都已经泄露了。不久呢，我也在一挥手，收起。我们有4个儿女，也相继归入主的名下。现在突然站起来一下，我媳妇在儿子面前看着。这几十年的教会生活中，我全家蒙受主的恩典与祝福，特别向主、向魏老师我感恩。你这个福音传得太重要了，我全家的一生三代都蒙了这样的恩典。今天魏老师我虽然离开了我们，让我们万般的不舍，但我们也清楚知道他已安息在主怀里，放下了所有的劳苦重担。为此我们感谢主。以上是我的见证。最近要感伤，因为接连的两位亲爱的师母离开我们，尤其我们这个去年有一个95岁的吴师母，特别的伤心，她的感触最深。那个魏师母跟我在聚会也有数年了，我们所见到魏师母，除了她身体来不及以外，没有落掉任何一次的聚会。但他在给人看到出来，他完全是在基督里，天天享受神的恩典，他被神恩典充满和洋溢的。他平常在聚会中，尤其是长青聚会，他一定起来分享，来见证，供应生命。那在物质方面，他平常这个所任何的北科大的爱业，他全部从来没有缺席。平常我常常看到他拿一包一包的这个东西馈赠给那个弟兄姊妹。有其中大部分都是他所精心制作的佳肴。那我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每个月的月底，都会这个弟兄姊妹能够带菜来，那有这个轮流服侍在这个厨房里面来服侍，他每次都要占用一下时间。厨房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做一小盘或者一小锅，而是一大锅。那这个我们那个经常他炒的这个面啊，是用这么大一个锅子来炒，那个铲子也是这么长啊。那时候已经80几岁了，他是用力的铲。那里面的那个
所用的那个东西啊，更是上等的。啊，有那个肉丝，有那个虾仁，啊，还有去头接尾的那个豆芽菜，啊，再来就是这个放张鸡的鸡蛋，哇，那是丰富。那从来这个你想，这个外面的餐厅绝对不会有这么丰富的供应。啊，他为了就是供应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尝到，都能享受。啊，由于他的服侍啊，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二节，因为他所做的，对我们所做的，也引起我，使我们啊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也激励我们对众弟兄姊妹的爱能够增加而流淌。以上说见证的荣耀归给神，祝福归给他的后代。感谢主，主爱我们，主也叫我们要彼此的相爱。他怎样爱我们，我们也怎样的彼此相爱。为妈妈身上，我们就是看见她是在自己享受了主的爱，也把这个爱流露在弟兄姊妹身上。那我们刚刚看到她所唱的诗歌，主有何等的一位好朋友，常常在爱里和主有交通。刚才我们读到这个经节，也说到他是一个住在神的爱里面的人，实在是一个常常在爱里和主有交通的人。所以因此他也在这个爱里常常关心弟兄姊妹。这里是十五会所，我们在两年半前十五会所扩增了51会所，所以我们今天有在座有一些是已经扩增为51会所的弟兄姊妹，也还是回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虽然我们到了51会所，但是我们在身体的交通里面是没有中断的。所以魏妈妈她对弟兄姊妹的关心，并不因为我们比较少在一起聚会了，她仍然是在那里关心一些弟兄姊妹的需要。这个爱实在是从主来的爱，实在是一个存到永远的爱。爱是恒久忍耐，这个爱真是一个，虽然为妈妈过去了，但是我们今天仍然在这里享受她在爱里给我们的服侍，她在爱里所给我们的榜样。那我知道为妈妈她是在爱主爱教会，她也非常渴慕主，渴慕每一次的聚会。所以她年纪虽长，甚至后来身体也不是那么的好，来聚会的时候不像以前他自己来就可以了，需要人陪同来。那个我们家宏弟兄这几年都一直陪着妈妈来聚会，这个让妈妈，我相信这个为妈妈里面是非常的得安慰，这个享受上加上享受，儿子陪他来聚会，那另一方面是他自己也是非常渴慕，尽管身体不好，他还是愿意在这里追求认识主。有多少的年日主给他的，他愿意用这些年日更多的来追求主，那实在是我们的一个好的榜样。我觉得这个年日一直的过去，大家也都年岁一直的增长，许多年长的弟兄姊妹陆续的也都安息在主的怀里。那我们呢，从头发很多变少了，黑的变白了，我看到我们的寄售亭，我们都差不多年纪，一见面几年不见，大家都是灰的，头发都灰了。但是感谢主啊，想到前面有这么些的年长弟兄姊妹，他们真是我们的好榜样。感谢主祝福他的召会，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踩在前面这些前面的弟兄姊妹的肩膀上，我们再继续往前。主的召会，主的见证，这个见证是越来越荣耀。真是更渴慕能够在主的话上更多的装备，让这个福音更为广传。我知道魏妈妈在福音上啊，真的是非常有负担，为自己的家人，为着亲友，她是非常的有负担。这个常常关心着一些她旁边的这个和她亲近的人。啊，像弟兄姊妹刚才也听了这许多的见证，这实在是我们的激励。但是我们愿意荣耀归给主，也愿意这些的见证成为我们的激励，在这里一同的继续奔跑。这个
属天的赛程。求主祝福我们，也祝福在座所有的亲友。接下来我们还有最后一组第三组的见证，请恕会所郭志南弟兄、白兆和弟兄跟李新明弟兄。刚刚刘建弟兄讲过，啊，魏顺也是一个爱主、爱教会、爱弟兄姊妹的人。那刚才他讲过说，他常常送他的家乡菜。阿门。魏顺给刘弟兄，啊，我也享受过，因为20几年来。我跟魏顺母亲都有过前进的生活。阿门。所以呢，在这段期间呢，我们享受到魏顺母的爱。阿门。阿门。除了刚才说他爱宴去筹大锅菜以外，但是呢，他有时候。早晨晨兴的时候呢，他也非常有爱心。他可以请他的外劳去买早点，给我们参加晨兴的人吃。感谢主。所以在这一点呢，就晓得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非常有爱心。除了爱心之外呢，他也是。爱造位，爱追求神话语的人，我相信这个平均呢，还有家人、弟兄啊，他们都非常了解。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啊，也很喜欢追求话语的人。他的眼睛啊，已经换了十几副了。为了亲戚，为了年长的弟兄姊妹，啊，真的感谢主，因为在新闻有时候会这样讲，对，会把这个话以后讲不出来。但是呢，我可以做一个小小的见证，他也是很喜欢分享的人。啊，以前在议会所。年长的弟兄姊妹的，这个成全聚会，我们书会所只有三个人，我一个，还有他，跟魏弟兄三个人。但是呢，他分组分享的时候呢，他会把今天所享受的分享出来。虽然在他的圣经里面讲到说。他没有啊，因为怎么样，没有这个好好的受教育。Amen. 但是呢，他在神的话语上，他可以交通出来。Amen. 啊，不是做见证，而且把内容交通出来。Amen. 真的感谢赞美主。Amen. Amen. 感谢主。Amen. 我是翟道奎弟兄。Amen. 1979年呢，我父亲呢就带我们全家进入那个十五会所。那时候呢，我们进入师会所，那时候我并不太认识这个魏师母。那但是刚进去的时候，我就跟母亲昨天晚上聊聊说，就是两个字了，就是印象，就是一个吃，然后一个是听，就是那吃呢，就是吃他精致的上海菜；那听呢，就听不懂他的上海话。就我们这一团就是这样子。那只是刚刚开始就是认识这个魏师母。那后来慢慢开始，等到我要考大学的时候。可是我就生了两场大病，然后就一段很长的时间我慢慢恢复。那时候因为身体关系，我就不容易找工作，我就算了，干脆就在我自己的家里就开一个书法教室。那时候我心里就讲说，实在是没有很大的把握，实在没有大把握，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照片挂招牌挂起来呢，今年好像可以挂，说不定明年我可能就把它拆下来。我实在是没有把握。那我就。总之我还是把它招牌挂起来，
一挂起来，小赵刚挂起来说，哎，不知道怎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知道？我不知道他看到呢还是怎么样，他知道的时候，他马上找我，而且非常给我很大的鼓励，那一个祝福，我相信他也是给我更多的这样的祷告，对，对我影响的很大。那现在呢，感谢主，所以我们的书法教室还是可以开。最重要的是，没想到我的写字呢还是不是可以服侍主，对，我觉得他对他我影响实在很大。那在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慢慢我跟大家之间有很好这样的交通，然后我也参加他们跟郭师母一样，早上有一个那个早上有一个晨兴，晨兴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人数是比较少，有时候呢少，我们少到最后只有郭师母他一个人，他一个人呢，我觉得是在让我感佩，就是说，就算他这个就他一个人呢，他还是要自己读，因为早上时间呢，啊，分别为圣，这个时间是给主的，他就好好读，就把他读完的时候，他才回家。感谢主，是我印象很深，他是在我一个，是在有一个这样的榜样。尤其是他，当然最近的时候，他慢慢因为行动方面呢，实在是不方便，只好回家去自己在晨兴社自己去读，而且他有时候年纪大了，可能不容易记住，然后也是这样。但是呢，他就常常就打电话找我，找我。那读到哪一周了？读到哪一周哪一节的？这样问我。那时候我常常接他电话，我心里实在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已经年纪这么大了，但是他是紧紧跟随。我心里很有这种感觉，在我心里讲，就这句话让我心里很有感觉，实在说有一个这样的榜样。所以我今天实在为这个为师母做一个这个见证。他实在是，他也是这个爱来爱我们。尤其是爱我们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阿门。对，那就感谢主，阿门。感谢主。我想那个我们为妈妈这个她的见证，许多的弟兄姊妹还有家人，都也刚才都已经听过，也看见她的生平啊，她的这个大女儿为她做了见证。我想她爱主啊，爱她的家人啊，爱教会，爱主，爱弟兄姊妹是毋庸置疑的，阿门。我想跟他也接触生活了20几年教会生活，我会看见他有几个特点。第一个，他非常认真，就从弟兄姊妹教会里面看见他非常认真，对每一件事情都是认真的。所以在教会的爱宴里面，他绝对把他最上好的摆上，不单单是大，而且是怎么样子，每位他最拿手的他都愿意把它摆上，所以这是他的认真。然后呢，他读经虽然他识字不多，但是他读圣经确实都能读得懂。虽然他说的话是宁波话，非常土，大概弟兄姊妹能听懂的也不多，但是我们都知道，从他的分享里面，他对主的认真，对主的享受，在里面呢、满了那个高油的这些滋润，享受他的教会生活。另外也就是他对聚会，他是风雨无阻，只要他的身体能够负荷得了。没有一场的聚会他是漏掉的。我们刚才从上面的这个影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无论是在教会里面的室内的聚会，或是到外面的一些的旅游，我们所谓的乡调，无论是到大陆的，要到南部的，只要他身体的负荷得了，他都会参加。也就是说，他对于教会，他就认为这就是他的第二个家，是一个大家庭。除他自己的属肉体的家庭之外，教会就是他的家庭。他爱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所以他的聚会是从来不落掉的。所以他的身影，这只是其中一部分啊，所有弟兄姊妹都有他的相片的，都有跟他出去一同的在过教会生活的这些的回忆里面然后也享受他的这个爱宴。所以他摆上的都是最上好的，无论是水果，无论是甜点，无论他自己亲手做的饭菜另外第二个，他对着弟兄姊妹的爱是真诚的，这个爱不是从人来的给他的一些的赞许，而他的爱乃是从神给他里面基督的爱，他来爱我们弟兄姊妹。就像弟兄姊妹给他做的见证，在他的写读经，他读经的时候跟我们读的，他自己会抄写圣经，另外抄写圣经完了，他抄写弟兄姊妹的名字。虽然呢，他的写的字不是很好，但他我都看见他抄的名字，每位弟兄姊妹只要他知道的，他关心的，有为难的，有什么情况的，他通通摆在他的祷告里面，而且是坚定持续的。无论今天弟兄姊妹他到了哪里，今天离开了15会所，他到了美国去了，他结婚了，也许他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但他心里面只要挂念的，他不但祷告，他也常常的和弟兄姊妹有交通，关心他们的情况。所以他向着弟兄姊妹，他的爱是非常绝对的。所以这也是说，他向着教会他是忠信的。所以他的奉献也是毋庸置疑的，我都非常的清楚，
他问我们弟兄，我们的弟兄他需要，请你转交。教会在这个服事上有这么需要，请你为我摆上。这个弟兄现在发生什么状况，他有什么样的需要，他都默默的在经历。所以弟兄姊妹，还有为妈妈的这些家人，我们为妈妈在这里所做的，他不是向着人做的，他乃是向着他里面那位心中的主，他所保爱的那位救主耶稣基督。所以他得救了之后，他完全的信靠他，把他的一切都交给了他，所以他才能够用基督的爱来爱他的家人，爱教会，爱弟兄姊妹。在诗歌啊，我们有一个248首，马上我们唱的。为什么里面有一个把握啊？恩典够我用，啊，永不敢力求。基督住在我灵中，使我享恩宠。是他将他自己所想的恩典，他也能够从他的身上流露出来。所以凡是遇到他的人都能够感染他那一份基督的爱。那个爱是又是那么的真诚。感谢主，他的印象他永远啊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是我们的好榜样，亲爱的位妈妈，赞美你。以下的时间是由恩爱教会跟恩宇教会的弟兄姊妹啊，要献诗。这首诗歌叫做《我心灵得安宁》，我会把那个歌词问出来。
这首诗歌的作者，他是一个，如果从现代的眼光来看，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他是一个成功的律师，他也同时是一个有社会地位，也是一个有钱的一个社会有名望的人士，但是同时他在教会也有良好的又敬虔跟主有好关系的生活，但是他在一次的大火当中，他几乎把他的家当全部烧光了，但是在这个烧光他的家当之前，他的四岁的小孩子，他的男子却又过世了，因此他在这样极度的伤痛之下，他们决定从美国的纽约前往英国去作为一个休息或者是一个生活，并且在那里做一个布道的工作，但是不幸的是他的妻子跟他四个女儿却在船浪当中，只有他的妻子如果和他的四个女儿全部都在上升在一个船浪里面，因此当他从坐到这个船要前往英国的途中经过这个海面上的时候，他是心中虽然伤痛，但是他却想到了神，他的心中的感动，他认为神对他讲一些的话，他说一切安好，为愿主的旨意成就，因此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他写了这首诗歌，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环境，主都已经帮助了他，也引导他过一个人生的生活，并且从的第四节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最重要的我们所复活的盼望，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会再来，并且在号筒响起的时候，我们必要复活，我们这朽坏的身体要变为不朽坏的，我们这必死的身体要成为不死的，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复活。因此我们今天虽然听见了魏老师或者是你们说的魏师母他的生平的见证，使我们感到感动，但是这个关系不是因着他睡了就终止的，因为我们从在耶稣基督的怀抱里面，将来我们一同在天家持续的在恩光爱意中享受千年的团契，直到永永远远。这是我们如今不管是活着的人或是睡了的人一个伟大的盼望。那么目前我们要再唱诗的第十节，